北市教育会为了加强革新学校教学，今天下午在希尔顿饭店邀请180多位各级学校校长举行座谈，由常务理事吴世汉主持。谈话中，并且由刚从美国考察研究回来的教育会理事长张建邦谈美国教育的新趋向。会中，并且就我国教学革新方面交换意见。